他爷爷，他爷爷，侬看外头解放军叔叔老神气了。哦，我再出去看看啊。这天早上，上海正落着毛毛雨。我从窗门外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湿哒哒的马路边头，躺满了身穿黄埔军衣的解放军战士。这一年，我只有十多岁。我搞不懂，伊拉为啥道理不好困在温暖的床铺高头呢？那个包我放到搿搭来，你看那个枪放了搿搭。胜利之师睡马路，古今中外何曾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部队？敏锐的摄影师们纷纷按下快门，定格下这震撼人心的画面。照片里的官兵来自原第二十军五十九师幺七五团，是我们连队的前身。那么大家对于胜利之师睡马路有没有什么疑问？报告。明明可以找到遮风挡雨的地方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去睡马路呢？我想知道我们规定这些纪律的意义是什么。其实五年前的他们或许也曾提过类似的问题，看似是要不要遮风挡雨，实则是有没有爱民为民。一支军队的力量不仅要看其人数，不仅要看其武器装备，还要看其纪律性。正是严格执行了入城守则各项纪律，人民军队赢得了当时上海600万人民的信任和拥护。早在解放上海之前，群众纪律就已经在连队官兵心中扎根。1948年6月，在参加豫东战役时，官兵们发现阵地里的高粱已经打碎，谷子也已经成熟，如果拔掉太可惜，不拔掉既不能扫清射界，也会被枪炮打断。官兵们用草绳将高粱细心地拉弯，将谷子连杵栽到了防御阵地之外，然后再将高粱扶正，谷子一回。高粱弯腰，谷子搬家的故事也由此广为流传。当年将士们哪怕冻饿交加，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今天抗疫胜利后的悄然撤离，抢险救援的最美丽行露宿街头，续写着人民军队新的荣光。千军万马，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攻如猛虎，守如泰山。一支守纪如铁、深受人民拥护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。报纸办好了？是。好。纪律是潜艇兵的生存法则。参谋，我挺机要报。收到，我请机要报一份。团长到，立刻进行编会。注意点已经拉到这儿了。短短几十字的命令，意味着我们要突破对手密不透风的防御网。抓住几号？站住！小七层，小六层，小六层，五层备战。有一层，三里备战。有三里。二里备战。有全体备战。团长就位。有。开始一级进行管控。是，开始一级进行管控。单向的命令，静默是回应，这种信任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是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和坚定执行。我们必须闯过一切难关，无声无畏干到底。班组的麦克信号，出发为神秘舰艇。
又听到了这熟悉的狼嚎声，它是对手发出的挑战书，也是我们应战的催真鼓。开始静坐巡航。是，开始静坐巡航。方位两拐动，发现目标。有，进行解散。是，对一号目标进行解散。深度180米。每一次操作，每一次协同，每一次决策，都要力行禁止。是纪律把我们凝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。五号快准备。纪律让我们一分钟执行数十个口令，完成上百个动作。纪律是我们的护身符，更是打胜仗的保证。在这座军营里，我只能看见我自己。我是炊事员、卫生员、打造具有铁一般信仰、宣传员，更是安全员、警卫员，最重要的，我是快递员。无论兵龄多长，执行过多少次任务，每次发货前都要进行考试。对于老铁们来说，90分是耻辱，100分才合格。炮手队，炮手队。纪律就像铁轨，不是为了限制火车的自由，而是为了确保安全高效到达。被称为老铁，不是因为我们常年在铁路上跑，而是铁的纪律在心里扎了根。召集完毕，组织登车。内心的孤寂感可能会有，保单升天那个场景就是有个梦想。我们营区啊有两句话：忠诚护舰行天下，坚守体力做奉献。体力对我们来说啊，就是坚守方阵出枪，绝不离开半步。居班长与何班长是同年入伍的战友，同样与导弹朝夕相伴近30年。不同的是，像居班长这样的老铁，却从未触摸过这些大国长剑，更别提亲眼见证导弹划破长空。看见，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无言期待。副班长，副班长，能看一下服务吗？大头，报告班长，前方发现敌巡逻小队。连指连指，我班已抵达敌前沿。每当我想干完这两年退伍时，这个温暖的集体又让我想留下来。在这里，每个战士的事就是整个连队的事。竞争越是激烈，官兵对公开透明看得越重。有风旗监督员在，我们对考核的公平公正有信心，也放心。监督员，快点快点，到终点了！加油加油！
站上。任务完成。人微言不轻，岗小事不小，建立基层风气监察联系点，建强用好监督员队伍，能够让纪检监察队伍的神经末梢更敏锐。空降兵天生就是要突出重围。我们的作战地域就是在敌后。谁在战斗力上掺水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战争会撕开一切假面。军事训练监察的目的是向战发力，为战督训。水壶、防毒面具、三刀，哎，你这是按标准的，这个好。不打招呼，不定路线。空降着陆后，增加六分，到达军机科学。以侦察实究，倒逼严训实训。空降作战必须保持分秒不差的严密协同，实战要求就是平时的训练标准，这是我们军事训练监察的重点。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，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，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。新时代军事训练监察工作把督导练将练官以上率下贯穿始终。领导干部带着官兵一起练，平时和战时一个样，战斗力标准自然就立起来了。命令动物迅速占领阵地，好，走。严才能正刚劲，严才能塑军威，严才能出战斗力。军事训练监察就是要铁面无私，直纪如铁。千锤百炼，铁就有了对抗侵蚀、承载重压的能力。两进七，两进七，两侧进七。在海上与外界面对面较量，早已是家常便饭。规则之内，有时拼技术，更多拼意志。We are on routine mission in exercise of our right. 盯紧看死，扭抱缠斗。作为带刀护卫，我们绝不退让。雷达加高压，加强对空警戒。主副炮挂弹，主炮挂弹，主炮挂弹。陈长，被动之歌，鱼雷最后准备。陈长，被动之歌，鱼雷最后准备。导弹连接爆破电缆，导弹连接爆破电缆。北洋水师的建军章程精密详尽，几乎算无一策，但是清军将领带头违反，以致军纪懈怠，兵心涣散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我们必须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，锤炼铁的作风，锻造铁的队伍。无论何时何地，
都要面对腐蚀冲击，不改本色，面对利益诱惑，不失气节，面对风险考验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兜里装一个铜板。2930块银元是宝贵的红泽家底，也见证了人民军队勤俭建军的本色作风。把每一份军费都花在刀刃上。我的职责就是要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向战而审。钱花了，有没有转化成战斗力？这是我们始终要关注的重点问题。